哦，他机可以叫车吗？叫车啊！你们要不要来高速公路这里啊？我高库洛马快到了，高速公路这边。高库洛马也快到了，哎，不对，好像有点全距离。啊，翻车了！因为他们到了，所以没有那个点。没有黄标了，我刚刚也是有点。对。我想说在哪里？我位置，对，我们的位置。 没关系，我搭车到。我跟着愉悦走。我跟着愉悦的屁屁。你又跟着我屁屁走，快到前面那两个，前面那两个来。没有，我搭他机的车。跟屁屁。哎呦喂！这重点，来了来了，我来了。什么啊？然后呢？打架。哦。哦。后面后面。那一摔，我觉得平常车这样就爆了。 叫你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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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一下。叫你们起来！对了，这了。嗯，还有吗？哦，里面好多哦。好多，真的很多。小心！干嘛啦？还是叫我？别了。啊？小心！哦哦，听懂了。我你讲了那么多次，我终于听懂了。啊？哎，哦。哪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霸凌。 后面有人哦，打不到他，他怎么躲在楼梯后面？哎呦！我觉得这顶车下去好痛哦。后面后面。哎呀，不是我啦，不要顶我啦！啊，死啊死啊！女孩子不要随便就是被顶好吗？不要乱讲话，真的是。你给我拼车的屁股。哦，要讲清楚啊。哎，哪有人啊？这里哦。现在偷了。我还敢躲啊？ 那个机车的这种回事，好可怕！飞机要移车，移车，移车，要移车，要移车，先把人清光好了。哎，我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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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怎么办？哎，反击！怎样刺？怎样怎么了？我要移车，我要移车。我知道啊，那翅膀会卡住啊，这设计不良。我可以推你吗？哦，我出来了，我出来了，直升机来了，直升机来了。好，我走了，我走了。有些人要开那个雾音了，我忘记还是什么了。还有一台直飞机没人开哦。你要开吗？在里面吗？哦，我开。对，在里面最后一台。我开雾音。敌人是不是来了？来了啊。嗯、啊，这。这好难开啊、哦！这个吗？这感觉路人啊！等下门口是谁的车啊？路人，路人。那个？路人，路人的车。你直接买、哦？白痴路人哦！白痴路人冲杀！会会冲杀毁！对对对，不要这样！啊！怎么了？啊！哎呀，没关系，还有一条命，还有一条命！我被那个直升机炸到。哦。又不是我吧？我刚没有瞄你啊！不是不是，是敌人。等一下，我的，我车，我在低空飞行。哎、欸，那个哈警车借我开一下。哎呦！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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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你要闪一下哦，闪警局哦。你在回我吗？闪警局，就直接开了啦，直接开了啦。我知道啊。对，不要！名叫监狱，你们警局。监狱没关系，这我监狱没关系，飞过去没事。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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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别射我别射我别射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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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快到十二点就射了。哇，我要来乱飞喂！你在上面好忙哦。应该也要给泱泱开的，不要，对啊，真的，你要学，不要什么都不要，要学着怎么开，之后要也要开啊，以后怎么嫁给人？为什么嫁给人家开飞机屁事
啦。你就可以说，老公，我 GTA 会开飞机哦，会跳伞哦，会游泳哦。这样 男生就可以很大方的回家讲说，我女朋友会开飞机。对，他就可以大胆炫耀 GTA 的飞机。GTA 的至少会，他说这样很有面子哟。最好是这样，可是哪来的？太好笑了吧？送到哪里去、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女朋友在 GTA 里面会开飞机，会做很多事情，你们会觉得很有自尊心，是不是？觉得你女朋友很棒这样子？你们好奇怪哦。什么啦？你们自己讲的、啊。这到哪去啊？应该是要停到底下那个吧？那港口有个地方要停。小心小心。这有点难听啊。小心中去追你哦。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看我这么人见人爱。好。花见花开。哎、欸，你哪里啊？真的有这一句哦？有啊，人见人爱。我到了，我听到了。我听过哎。我到了，我觉得我会撞，我觉得我会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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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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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起落架，忘了起落架，等一下我拿 F 啊！你们怎么把我的飞机给撞？你为什么把我的飞机撞了？他把我，他把我的飞机给撞。等一下，所以到底停哪里啊？我看不到哎、欸。大船旁边，大船旁边我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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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角色现在转头很忙了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你是四个月越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不行啦找不到地方下去啊完成你要从左右边左右船的前后的这样进来哦在船上吗不是吧船的旁边它不是有很多那个吊货柜的那个架子吗对啊要停在那货柜架子的中间哎、欸、我摔进来就过了、欸、可是过了它只要一架吧我猜应该是吧？我在干嘛？感谢，我先退哦。去定事情。好，一回头飞机就没了。哎、欸，来陪我玩，玩恐怖游戏哦！不要，这好可怕、哦！不要玩这个啦！啊，不要了，拜托！好了，玩这个啦，这个啦，这不会有恐怖游戏啦。真的有什么恐怖的啦？对啊，除非你要去看那个海边的鬼女鬼啊。那个什么好可怕，不要啦！不会，你过来，不要啦！我觉得狗会比较怕你，你知道吗？你就冲过去，不要啦！胜出两回合，主要干嘛？哎、欸，多少呀？有其他人？有其他人？之前我的那个、oh.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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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名跑路者，之前的干爹妈们啊。那个太难过，所以有猎人跟跑路者是吗？是吗？害我一直打嗝，好像是吧？啊，好可怕哦！五名猎人追着跑路者，三个，对对，三个，他是五名猎人哎、欸，就比例分配吧，哦、我猜啦，或许。比利又是谁？比利，哈基特稍微转动飞机就没，就我还没死，你知道吗？我摔下来，飞机砰砰啊，怎么了？怎么事？他们两个好开心哦！天哪！我们是保路者，我们是保路者。哦，哎、oh. 欸，为什么庆祝？哦、oh, ，对不起。这什么好奇怪哦、啊、真的傻眼谢谢我想说我好不容易停得很完美从中间这样停下去停下去然后就都没了哎呀这好黑哦我好可怕哦、这怎么长这么可怕所以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猎杀跑路者哦我们就总之就是要走到那边去啊我们要逃离这里是吗你们看到我们的点点吗？有，黄色点点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我是看到红色点点，红色是我们呢、欸，我没看到啊，哪里？
什么东西啦？红色点点是我们。哦。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跑路者好没有好没有那个哦，因为每条跑路者就一条命，可是猎人杀手会一直无限生呢。可是我们只有短那个散弹枪。哦 ，OK OK。屁啊，散弹枪可是你没有车啊！啊，等等吧。哦，我摔下车就直接那个重来哦。我到底是哪一个？哦。哎。我不会耶，我不知道干嘛。抢车？我们不能抢吧？不知道。啊，我死了。啊。这个要干嘛？可以吗？这个到底要干嘛？不行啊，不能抢。这样子跑路者太可怜了吧？而且跑路者有什么目的吗？我们要跑到终点啊！我们有一个点要跑，这不可能赢啊！对啊，太难了吧？而且可能人要很多吧？嗯。可是他那个他上面的分配比例也是猎人比较多哎、欸。刚不是说那个五个猎人三个跑路者，这比例太奇怪了吧？好奇怪啊！跑路者的枪是什么都有吗？嗯。你们到什么啦，反正我们不能一直站着打、啊、我们要一直往那边走，要一边跑一边打欸、嗯、这太难了吧，这虐待欸，真的。他要不要调一个那个猎人吗？不知道，要去看设定那边、啊、要试试看。猎人只有两个人，果然对，来陪我玩。怎么只有两个人？因为我们这一队只有两个人啊。什么只有两个？谁？我们吗？哎、欸，我是跑路者。哦、欸、哦，不一样了、欸，这变三个人了。哎、欸，对，也不一样哎、欸。哎、欸，好奇怪哦、喔，这到底是干嘛？这是虐杀吧？杀人就对了。嗯，小心喽，听牌喽，来喽，好可怕，好可怕喽。过马路要小心左右边哦。看不到人。为什么人都可以那个啊？过了。这也太难了吧？超难。難啊对啊。猴子太可怜了吧？太难了吧？对啊。这个游戏好没逻辑哦，这个好没有好，这个要人多跑路者要多比较有希望吧。对不起，好丑哦。不喜欢，大家一起不喜欢。好，哒哒。哇，洋洋赢两场哎、欸！哇，那是因为刚好又有来陪我玩哎、欸，这么多是怎样啊？重新整理好了，太多了吧？啊，竞速吗？竞速吗？好，哎、欸，嗯，射吧，竞速，这是要一边打吧？是打人的，应该是，那是要两个一组是不是？应该是，那这样先回应该是吧？回自由吗？这时候回去不是会回到公开战局吗？会分开。要不要我们重压？因为我们现在多一个人。没有啊，杰克不是离开了？那多一个观众啊，多一个观众啊。啊，好。刚才是笑还有打嗝。笑到打嗝吗？真的是我的横膈膜抽筋了啦。笑到抽筋耶、欸、好恐怖、喔、哈气哦、喔、我没有你别人你知道下去之后还按错键。F 跟 G 同时按下去。F 跟 G 飞机是飞出去了啦。啊，我怎么还活下来了？啊，飞机是砰不见了。真的是哦，觉得猛猛的还活下来，命超大。重点我还没死。
我不是跟你们一起玩，我要一起打给保险，你知道吗？这游戏，这游戏不就是打给保险的游戏吗？太累了，哇、哦！会飞，会飞，会飞，飞飞飞，飞好高。有什么好玩的、啊？等一下啦，洋洋。啊？干嘛？等一下啦。他问我有什么好玩的。过来，让我们玩，这样吗？好奇怪哦。外枪。要玩还不简单？咕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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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哦，马上，马上就有啊。完蛋，我摔死了。你摔死了。我直接撞到树，然后从上面跌下。我们来倒垃圾好了啦。好啊。倒垃圾，倒垃圾。没到过，这样子以后怎么嫁人？叫老公到。现在收音机关掉了。乌鸦在叫。听到乌鸦叫啊？干嘛？这个时候有乌鸦。这游戏是一款真正的保险游戏，我的妈！天哪！奔驰在沙滩上，干嘛？好像很帅一样。然后滑手机，进差事，进差事哦！闭嘴！等下杰瑞，啊、我要掉杰瑞，杰瑞怎么在线上？你走开啦！你这样我又多邀一个。你还嫌弃人家？你还嫌弃人家？你怎么突然在线上了？他刚才开了。太霸气了！哎，我多邀一个。他是在把观众都拉进来吗？把杰克再拉回来，管他忙不忙。好，开始啊！嗯。好。嗯垃圾情侣，确实要干嘛？垃圾情侣，你怎么听的？哇，好骂人哦！真的，太凶了吧？垃圾情侣，凶爸爸，点丢卡。你干嘛啦？我是发现那么喜欢在奇怪的地方接奇怪的话、啊。谁在学啊？你怎么？你怎么？你的表演特技哦！啊，完蛋了啦！打嗝，你打嗝啦！你为什么有人要坐阿基的车啊？要往哪里走啊？下面有。往红红地方走啊！可以帮我标点吗？哎、欸，有好多点呢、欸。啊，四个点。啊！你不要叫啦，他是从后面撞你而已。会痛啊，屁股会痛啊！你不是喜欢打？不要碰我！不要碰！这开车怎么这样开的？我是不是坐错车啦？该换一台了。他怎么撞他屁股？笑脸在屁股上，是不是？你痛就会笑，不是因为痒才笑啊？哈？那这样？你说很痛，可是你在笑啊？不是笑到痛啊！你这人没有人撞你，你也会撞到哦。你们看到路上那些车都是哈基的，可以的，可以的。你们懂车怎样？没事啊，不想讲了。哈哈哈哈哈！等一下，等一下，我撞太多杆了吧？啊，快点呐、啊！我看得好累哦。哈哈哈哈哈！可以可以。你是在？哈哈哈哈哈！哎，这车会动哎、欸。对对啊。这里。啊，好了。挂屁呀、啊！
认真啊！你在哭还是在笑？你要在哭吧？哎、欸，前面那台灰灰的，灰灰的，就是他了。靠近一点，靠近，去哪里？灰色的，走开，挡屁哦！快，开车好恐怖哦！好了，他爆胎了，不用怕了，我打他轮胎了。打他驾驶，杀他驾驶，杀他驾驶，杀他驾驶。什么？打，还没，他还活着。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你可以靠前面一点吗？要要要，死了死了，砸车吧！哎、欸，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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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另外一台我看一下。爆了。应该回转。你去哪里啦？这里。回转。我们上面那一台吧，下面那一台哈基不是过去了吗？我觉得哈基不是想打那一台。我是要去打我左下的，换这个好好好，最远的那个吗？对，好好，快点，那边现在有成龙，赶快去抓。成龙，拉普拉斯。哦，拉普拉斯，我最爱成龙的，走。你说鼻子比较大的那个吗？哈哈哈哈不行啊、哦！你好坏哦，鼻子比较大，你就是超 baby。你在干嘛？我在笑。笑屁呀、啊！哇，自己吗？哇，他直接骂笑屁呀、啊，撞人家、欸！天哪、啊，那个路人好可怜哦。笑屁呀、啊！他又没有笑你，你怎么这样？哎，这个人可不可以到的时候刹一下车啊？我就是挡他。哎、啊，挡他！你挡过头了啊！你根本没挡到啊！你在替自己找借口。他卡住了啦。笨车！我们也卡住了，等一下。够近吗？还没啦。没有。好、哦，他倒了。摄影擎盖，摄影擎盖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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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冲啊！干嘛、啊？太累，太简单是不是啊？啊？太简单是不是？不是，太兴奋了。哎，啊？好、啊，谁让你兴奋？垃圾车。我这都完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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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来了来了。会不会下次看到垃圾车就？哎，垃圾车。有了。是啊。有太近了，追一下。毁了吗？他死了。哎呦！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就是要摄影擎盖，你许在挡下毁啦。没下啦。你刚不要动就好，你那边。好，我听你解释。好，你说。你要太近了，我要远离一点，他会起火。啊，起火再说啊。哦，还要集中哦。去对手在布骆驼的地方。哦，直布罗陀，直布罗陀，你是想错了？哎、欸、我的车门怎么不见了、啊？跑隔壁了、啊欸？不好说。他刚刚就是在等的时候在撞车门，不是吗？隔壁的。哎、啊欸，开车没开车？在干嘛啦？哎！哎呀，现在不要顶了，你别顶哦。走开！啊！撞他！撞他！撞下去了！我这个人完了，被追过！哇！飞住你飞去哪啦？你要去哪里呀、啊？飞到屋顶上去了。我要杀了他们了哦！要有垃圾车，要崩了，要崩要崩了！被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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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炸弹吗？可以啦，你后退一点，打不到人呐、啊！哦，不要打垃圾车吗？打你打人、啊、哪里有垃圾车？你跟我讲啦！你看红点呐、啊！哪里有垃圾车？他说摧毁垃圾车。看红点，欸、红点真的有，真的有哎、欸！巴西哦！先打红点，先打红点啊！可是垃圾车不会射我们啊！不是啊。会死啊！有差，这是骷髅吧？不是，你看隔壁那个有防护吗？你看一下你隔壁那台车好吗？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跟我说，谁教你这么自私的？哪里有人啊？央哈，央央，谁教你这么自私的？可能是繁星吧。啊？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啊！你再说一次啊！回来，你还撞我，要死人了！你还撞我！那个人从你屁股伸出来，从屁股伸出来，烧他，烧他！还有垃圾车，右边，右边，右边，还有这里还有，对面后面还一台。后面还有一台垃圾，你们打他后面，他后面，打洞，努力了。你要拿会穿墙的哦。有。好了。走了，把哈基射在里面。哎，帮主要溜了，帮主，快！那个红点，该帮忙，在旁边而已。直走，右转，你在干嘛？等一下，我等你啊。你去哪？我帮你。然后他倒了，撵他，是，好，失败，为什么？啊？为什么？杀掉吗？不是杀他吗？为什么？啊？为什么？失败还有这么多钱？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好奇怪，刚刚是怎样？啊，不知道。哎，好怪哦，莫名其妙，觉得莫名其妙。哦，真的好莫名哦。好，对啊。所以到底是……哦，我跟你讲一下哦，那个河水泛滥跟暴力输出是最简单的那个差事任务，我都靠这两个任务在解的。好啦，十二点了。差不多啦。十二点嘞。啊。要不然自由啊，先自由回去。先自由啊。你不觉得你很自由？公杀回。哎，怎样？你想怎样？我不喜欢做没？不喜欢做啊？别玩给死你！你等我一下。怎样？我开个东西。啊？会有点久。不过你会觉得很好笑，哈？哎，为什么回自由啊？对，回自由是不是都特别久？嗯，好了，我回来。可是我们是不是打伞的、啊？打伞、啊，同个。哎，我怎么这样？平常玩的时候都会打伞，可能要感情不太好吧？完了，跟隔壁要有心结了，是不是？哎、欸，我的这个坏掉了。哎、欸，我体力上升了，太棒了！所以你要干嘛？你要听啊？啊？你听啊？什么？有听到吗？听不太清楚。好。什么东西？刚刚不是一直讲玩 gay 吗？然后 APP 有个叫玩 gay 宝典的，真的吗？你要听吗？还有什么？送，你可以去宰啊，它叫玩家宝典，台湾的玩。太北气。好啦，就这样啦。差不多啦，休息啦。差不多啦，休息啦。嗯，感谢大家，休息咯。休息咯。拜拜。怎样嘞？怎样？哇，这这么烫啊！好啦，今天不知道原来大家那么喜欢看 GTA 啊。
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这个会剪精华啦，只是要找时间，因为我还有很多委托的图还没画完。所以感谢今天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喽，拜喽！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